非洲嗰啲球隊咧，體能極佳，壓視力就極差嚇。咁咧個腳法就有啲細膩，但係嗰啲意大利嗰啲突然間轉方向咧，咁就可以攻翻轉頭啦。咁同埋即係射門係好準喎嚇，好多次都中龍門啦嚇。咁啊兩球入得到，啊都即係令我非常之開心嚇，即係都冇講錯啊！我於是先張揚啦，就我捧邊隊嘅咁樣啊。如果一出就輸俾非洲隊，就真係唔好睇。咁我哋都安心啲，因意大利輸咗，今日就傳染病就頭急急火咁樣，幾好啊嘛！而家就唔會嘅，老生專業㗎嘛，非常專業。